怎么往下走？那我认了。沉入海底，我靠！孙悟空，孙悟空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哎呀，没给他禁言，我操！哎 ，OK， 我想提问，孙悟空同学。哎，在黑真是个傻逼！我听到仙大喊一声：“孙悟空！”这给他禁言，这不天秀？然后他的哎，我操！这个时候，我悄悄咪咪往上挪了一点点。哎，这个孙悟空，我在干嘛？我怎么忘了技能了？鸡腿前面。在那里小踱步，想要遮挡这个尸体，我冲过去一个暴击。我想请问孙悟空同学，你对这次遮挡尸体的行为又有什么解释？但不管你怎么解释，我一定要投你过。孙悟空明知道遮挡尸体是死罪，你为什么还知法犯法？九月在我面前吃了猪猪公主，她也是一个死罪。这两个人投谁都行，归一个过。那肯定投猴哥呀！为什么？如果三郎还在场，是不是？咱们没，如果投了这个，他进去动三刀，没了，是不是？那万一野猪九月吃到狼了呢？咱们先投猴哥，我和十八岁全程在一起，十八岁去上厕所了，他上厕所前给我报了个身份，说明什么？他很信任我，那我这把必须得，就是不能辜负他这个信任。我十八岁全程在一起，就在那个通讯，好吧，投猴哥过，遮挡尸体死罪。网友这边发言，关灯又关得很快，好吧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觉得。拉奇这边的发言跟耗子这边发言的话，如果说是要出猴哥的话，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一共开了三刀啊，另外两个不用盘了吗？猪猪打死了，然后娜娜怎么死的？就猴哥这一个人能开三刀吗？那我已知我自己是张什么牌的情况之下，那拉奇为报警人，耗子这边直接说是要点踩猴哥的话，那还剩下的牌里边还得开两狼呀，对不对？除了九月这张中立牌以外，还要开个两狼出来呀。先投猴哥，我这边过。不，发言先出猴哥啊！我也在娱乐室，我也听到西恩大喊孙悟空，然后就拍鸡腿了。然后这个王爷他也有点问题，刚刚不都说了，九月鹈鹕吃了猪猪。谢谢阿里嘎多，美羊羊桑。这个王爷开问题哦，先打飞猴哥吧，过。嗯，是的。哎，我懊恼啊！是老丹的一张牌。因为他我怎么没把他禁言了呀？哎呀，我越想越气呀、啊！能不能回时间倒流一下啊？因为我跟他是全这杀完给他禁言，我操，这不天秀！大强有点不相信我，所以我跟他哎，我好难受，分开没有我好懊恼。这轮出猴哥，然后九月是为鹈鹕啊，过。OK， 这边十八在发言。那听上一轮的发言，就是王拉奇、布布和谁都是有在那个饭坛是吧？还猴哥是吧？先死了是吧？这就是我听到你们的信息，然后我和耗子能绑票，我铁好嘛，我上厕所耗子铁好别刀我，对是不对？然后这边江灿和朱大强又能互绑，那王爷又是张什么牌呢？对吧？是不是？你也没聊你的信息啊，你只在说这啊、谁什么的吧？我能信耗子啊，耗子如果归猴哥的话，我应该会跟票的，因为我没讨牌嘛，过。啊，出猴哥没问题啊。然后朱大强和江灿是双狼啊。当时我是一张单走牌，对吧？我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，我去单走了。然后在食堂那个位置是谁？朱大强、江灿、猪猪公主、惠娜娜。结果报警拉进来，他们都倒牌了。那谁杀的嘛？朱大强、江灿双狼过。你把猪猪给我吐出来。你把猪猪吐出来再说话。太可恶了！你们居然把猪猪杀了，太过分了。我好希望时间可以倒流一下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静音按键按到拉奇的脑袋上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没点呀、啊！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呀！
猴哥把坏呀！我很懊恼，很懊恼，很懊恼。如果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下次一定，我下次一定禁言拉齐。碰到的尸体啊，耗子骑着鱼，对，耗子骑着鱼就是耗子骑着鱼。我烫到了尸体啊！当初我跟王大奇还有耗子站一块，然后我烫到了这个尸体，那是谁？是耗子骑着鱼，专业杀手到了王大奇。左边 safe 的哈，左边 safe 的空格杀野。这样 OK。刚才你没死，是因为你做了修灯任务，放你一马。但是你也敢再报警，那九月不好意思，先投你过。我跑到加拿大去动的刀是吧，九月？全票打飞你，好吧，过，吃到加拿大了，当着我面吃了拉奇，过，全票打飞我九月。坚持猪猪在吃拉奇是吧，先把他打飞吧，啊，我这边过。打飞九月，磕什么 CP 呀、啊、真的是过。嗯，这轮打飞九月就不应该留着九月啊，过来。出九月啊。耗子次郎我早倒拍了，而且他也是个专杀连环杀手，对对，你很垃圾呀、啊、连环杀手刀不够快呀、啊、耗子专杀，耗子专杀，耗子骑着驴不存在。耗子骑着驴，好骑着驴，好不好吃？拉奇，好不好吃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？哎、好吃，好吃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我是敬语者，但是我没有给你禁言啊，我让你发了言。怪不得的死、啊，忘了说是、啊。还有这种好事啊？牛逼，牛逼！还有这种好事？我都已经上刀了，我都已经上刀了，还死了？哎呀！No! 还有这种好事？他们两狼一人养一个猪，牛郎的人儿啊，天上有了他。喂，噔噔噔，人杰去上厕所了。哦，我去倒杯水。不行，我要穿我的外星人了。谁在吹啊？我别吹了，我想尿尿，别吹了。去尿呗，我干嘛叫耗子？我的下播我守你。口哨是怎么吹的？我守你。再吹一个，我听听呗。好吧，下播我守你，你去尿。不，你先憋着。然后我们帮西游来把个尿呗。你在说啥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在说什么？看刀，西人姐是女孩子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看你在干什么？流氓啊！这是谁这么？一样被手刀了呀，王爷！连我这种变态都觉得变态。啊哥，哎呀，确实，我一个变态都觉得你变态。是的 OK、哦、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。 OK 我知道了。1997年我学会了开汽车，上坡下坡，下坡压死了一千多。警察来抓我、我觉得他可能进厕所。然后那个车皮肤是那个金币买的，车皮肤是金币买的，然后这个时间应该是拉粑粑金币抽的吧，对那个车。嗯，金币不，我还差七魔块，我还差六魔块，六魔四十块，我就可以买车了。压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玩的时候基本不看啊，出来从来不看。来抓我，要后面是怎么上来的？好我跑进女厕所，厕所没开的，五万，我还差四万。厕所没开灯。猴哥，你是不是也买那个吊带裤了，是吧？我不是买吊带裤了，啊、我那天抽奖，我发现我有十几万的金币，我说我这牛啊，我全买了一遍呢。这干什么？不，在装茄子是不是？耗着你什么身份？有没有信任可言？我肯，
我们先去饭堂。我不跟你去了，你先去饭堂，你必坏。这种在这里跟我装。OK。怎么东西？你什么身份啊，九月？他刚刚我。那九月和王爷俩人啊，在那里，在那个船员宿舍下边，俩人在那挡尸体，然后呢，在那里跟我俩装。我一寻那俩人在那儿不动，你知道吧？我一寻这不太对劲呢，我就摁着 R 就过去了。完事儿，那王爷还在给我装呢。九月，你什么身份？九月，我一个摁 R， 然后报警了。挡尸体是死罪啊，是死罪。先出王爷，再出九月啊，过。行，先出王爷，后出九月啊！都知道挡尸体死罪了，怎么回事？还在挡不？哎呀！耗子发言，我和猴哥一起复。我说 我经常这么干，你还跟我俩在这挡尸体。我先去那个饭堂集合，对吧？我刚刚去了饭堂，还说猴哥不好，但是谢谢杨洋洋。确认猴哥好，等一会儿我就来找你猴哥报身份，好吧？因为这发言我见过，当时我一踩三，猴哥一踩二，我铁信他过。挡尸体是死罪，先出王爷过。下一位，他静音了。不，先发发言吧，别太着急头。等一下，先出王爷对吧？先出王爷过。先出王爷挡尸体是死罪，你猜我，侦探。先出王爷，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类似，不。啊？啊？不，他死了。三郎女出。你真信了吗？不，那先出王爷吧。啊，好人别分票，九月发言直接不听，直接过了。我能信这种啊？哎呀，不，真不敢信。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还在搁这演，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还在，是吧？有关系，跟你们好人什么关系？猴哥进去，我们直接三刀结束。哦，行，猴哥，猴哥，我经常挡尸体，在我面前挡尸体更死罪。也嘿。猴哥，我集合，直接游戏结束。集合，哎，你没吸地吧？刀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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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走开，全部走开，刀塔，刀塔，刀塔。捞啊！警长在哪儿呢？给我嘎他呀！手快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刀，主要是就直接爆了，好吧？全票打飞野猪九月过。打飞野猪九月呀！我有刀啊，那没办法，我警长刀啊，你们那么多人都在他那边，我只能说全部走开呀、啊、我的刀做双刀，他再刀一个，那不就死三个好了吗？好吧，我所以没敢乱出刀啊，我警长啊，我直接跳，我先点票了，过。你是警长，我是什么？我刀的猴哥，猴哥上吧，把王爷好人点出去了，然后还把不拆了，猴哥是刺客狼。然后我警长，我把猴哥刀了，那这把全票打飞这个十八 Z 了，穿我身份了，我不认可的，打飞十八 Z 挂。野猪九月这段发言已经够让我摘耳机子的了，我对桂娜的差评，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好人带刀活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就是不让我开刀呗，我想杀九月挂。全票打飞野猪九月。你看这耗子是不是不是什么好人？快了，你再拍慢点，我就把野猪九月。耗子一般不是好人，他都会咋的呢？就是我就把他杀了。我跟他对身份，他肯定不对。他说：“哎，走，先去饭堂。”就这样式的啊，80%都是坏啊。两票，还一提壶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倒垃圾啊，王爷？挡尸体可是死罪，可是死罪，你们为什么要挡尸体呀、啊？好捞哦！因为没办法了呀。我们先帮刀一个让拉关一下灯，关一下灯，帮提壶。我是想刀一个让拉奇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赢了呀，现在。我是想刀一个让拉奇吃的，结果王爷把拉奇刀了，不如然后我们只能挡住尸体，很烦。帮他一手，等他多吃两个，然后开任务。怎么说，拉奇？我本来想把江灿刀了给你米西的，这个王爷不给你米西。对啊，王爷都是王爷的错，快！我黑了。
没怎么的，他赢不了，全是人。我要去找耗子了，跑哪儿去了？耗子不对，耗子已经被正义和警长包围了。耗子，你下边是警长，上面是正义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哎呀，被包围了，我看人下面有人等。外面全是好人。哎呀，心态崩了。行，你能不能去别的地儿卖皮儿啊？哎呀，啊没给猴哥那嘴是封上。我进卖皮儿的，说是刷一晚上了，给我这儿帅吗？烦死了！你说我让人卖货，要从我这儿卖，不会，真的有人？不会，真的有人去买吧？拉奇，你什么身份？我刺挠，我剑。好奇怪呀、啊！好奇怪哦！好奇怪哟、哦！你这么仙姐，仙姐，哎，明星明星，能不能聊？能不能聊？能不能聊？走，我们去上面。哎哎，这么快的关灯吗？这么？你跟我明星，明星就得死。哎，猪猪怎么死的？那个，我到了九月，到了过后。然后那个叫啥我不知道，然后因为我是刀前一秒钟就是关的灯，然后刀了过后因为关灯了所以说我拍警了。猪猪怎么死的我不清楚，当时野猪九月旁边有灰娜娜，我当着灰娜娜的面直接冲出了娱乐室给他九月。不、哦、王爷这边发言，王爷这边出生是在那个医疗室上面那个过道这边，然后我到了娱乐室之后很快就关了灯，然后就报了警。然后我这边的信息的话，娱乐室这边的话，当时有谁啊？当时有，我看到是在关灯之前，猪猪是在下面的，耗子是在那个桌子，应该是在桌子上面还是左，反正就是在桌子那一块吧，反正就在那个位置，好吧。然后到怎么到了九月，我是没有看到，因为灯关掉了嘛，好吧。我这边这点信息，我这边过。步步发言，关灯的时候，好像灰娜娜在我身边吧？那。耗子的意思是九月是个秃鹫，是吧？你到了秃鹫，那这怎么盘嘛？但我想踩一手灰娜娜，理由进去再说。我先发言，我能保十八 Z 不开这刀，因为他找仙姐，能对吗？我们刚往右边走就拍紧了，就关灯拍紧了，很快。然后惠娜娜的话应该是站在门口的吧？哎，孙悟空不会是猜耗子猜死的吧？不，有可能是猜耗子猜死的。江灿这边开不出这刀，而且我能保十八 Z 和西恩姐他们两张牌没有动这刀啊，因为我听他们对身份了，我也走过去了，关灯的瞬间就拍了这个警啊。然后谁是？去这个关着这个灯呢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一张外置位的牌啊，你们盘一下，我过了，我在娱乐室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个事发的经过呢，哎、就是九月说咪西咪西，然后耗子就动刀了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但是步步踩我的理由，你说进去说，那我进去想听一听你是怎么聊的。耗子这刀肯定是好刀。OK， 这边十八在发言哦。这波我应该是挺认，我应该是认西恩姐。我们正义，因为我在他旁边，他如果有刀的话，我应该早打。一般都是刀突击。那大家都在说猴哥会被拆，耗子拆死了嘛？那我就先报个身份试一下嘛。我侦探，好吧，我先跳嘛。我侦探，是吧？那不会说，哎，王拉奇和朱大洋跟猴哥对过身份吧？不可能这么巧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加油吧。我感觉应该可以报了。我只是想帅一把。找西恩姐啊，过。我只是想帅一把，我没想到啊。Lucky， 哦，到我是跟猴哥一起复活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跑到饭堂里头，然后关灯的时候，我是在这个娱乐室右左边左上角这个地方，还是跑到那个角落里头自己处的。然后我周围能听到的声音就是猴哥，没有其他人。但我感觉这个猴哥有一点像狼，不排除他确实是把自己踩死了。然后我。
报身份吗？我好刀，一刀，算了，直接说吧。我觉得他是刺客把自己刺死的，好吧，我身份就这样过。行，那就没什么可投了。耗子认好刀，如果猴哥是认他是吞枪自尽的话，那这把我没人可盘。不，就轻踩了一下慧娜呢，又没有说信息，那这把欺骗哦。全是谩骂。我摇钥匙，我。哎，到饭堂直接报身份，直接拍身份的。哎，应该没事，我都没被拆。其实也没事，是拆就拆了吧。不是他刀的又不是红名，我猜他正义也没毛病。没人跟他对身份的，我以前啊，实验室我碰到过猴哥，没人和猴哥一起走的。我以前看这种刀的人不是红名呢，我狙警长，他把我做掉了，哎，过分啊，都狙不下来。这回他妈是个警长，米西，耗子，你好人他都刀你，真的。我是想你找你米西的，主播。哎，米西，你找我米西，我说没有米西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走了，他直接尾随我上来了，说是。是可以，我都溜了，他直接尾随我就上来了。没事，猴哥还在吗？猴哥在呀。弹幕都是嘲讽与谩骂，只有我们才会鼓励你加油。加油，没用的东西。加油。加油，猴哥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我总会帅一局的。是的。行。哎呀，不在这哦！哇，耗子警长超神了！哇，王爷叫你杀我，哈哈，叫你杀我，超神了！我直接爆了。当加拿大和网红同时出现的时候，觉得要不然加拿大和网红里拍一个坏坏，那我大概率会去猜那个网红是个坏坏，对吧？因为加拿大是可能很有可能出现的，网红其实我们是没那么明显的，然后。王爷抱网红的时候，因为我当坏人的时候我也喜欢抱网红，所以说我直接把王爷刀了，我没死，那铁坏坏，好吧，刚刚的身份我好像有点没记得清了，我知道江南是加拿大先解释复仇，谁是工程师来着，对吧？不，你怀疑娜娜，你说下雷盘，刚刚你不是说吗，你怀疑娜娜，来，我给你个发言机会，你来说娜娜哪点不对，怀疑的对不？我刚刚在饭堂已经说过了呀，因为就是关灯任务的时候，我的地图红圈有那个就是在红圈里就是开狼人任务的人，娜娜就在红圈里，所以我轻踩娜娜，但我不确定这个红圈里有没有别人，但我看到的就是惠娜娜，所以我轻踩的是惠娜娜。那浩子说王爷这个我就是有概念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就看你们说，反正我身份就说了，我工程师，红圈亮的时候我身边是惠娜娜，因为那个红圈正好就在我地图的正中间啊，所以我才这么聊，我是工程师过。哦，我是复仇者，你刚刚刀他的时候我刀是亮了的啊，然后呢还有我也不知道，说实话实在不行咱弃票，一个个搁那罚站呗，军训呗，你就站前面，耗子，我们一排一排站着，我站在你的右侧，我给你打辅助，谁要是敢刀你，我就给他辅助。有电了，这么说？有电了。军训。Hello。弃票。啊，还有音乐。耗子，就加拿大他是打勾的，加拿大可能在网友那个不是网友必定在嘛，所以你到网友知道我认的，而且拉起为带刀，你为带刀。我是觉得布布、娜娜、王爷他们三出二，谢谢，我过了。椰子叫钱哥，但是亲票进去拍了，我管你啊，继续可以验我身份过。已知啊，已知现在都在拍身份了，娜娜敢这样爆官鸟的话，那所以说布布你应该可以不用踩他了吧？这个官鸟这个身份现在爆了，不等于相当于是找死吗？对是不对？这到喇叭我不太用，这边 lucky， 因为他老没电，老得充。大强什么身份我好像还没听他说，然后这边江畅上去我们在那边都拍了嘛，步工程嘛，是吧，你复仇江畅，他说他是加拿大娜娜先跳官鸟，我侦探嘛，是不是，如果我有刀的话你看是吧，千姐你应该是能认我的，对不对，那听一下大强说吧，啊，大强什么身份过。嗯，本来还想说那耗子进去
试一试娜娜，然后如果双倒，那布布可能就开一点问题。但娜娜如果能自证，那我们就直接弃票进去，可以试嘛，对吧？观鸟，观鸟这种没办法装，可是那就弃票啊，过。我上一轮发言的时候已经说了，我是宿管大妈，我那个什么锁匠啊，有钥匙，钥匙刚才在那个咱们那个饭堂我也说过了啊，要实在不行就弃票吧，我没栏杆过。军器，军器，拉奇不报身份哦。进去生推，拉奇说了，那一二轮爆了，拉奇爆了，咱们所有人都已经拉奇身份了，对，拉奇爆了，进去把布布布给刀了，你个傻布，好，我也去，布布工程师，加油，拉奇，拉奇要没了，猴哥猜的正义的吧？对呀，啊，没事儿。我会关灯。我刚刚刀猪猪的时候，刚好是报警前的那一瞬间。关灯那一瞬间，我摁着 R， 我边上应该是江灿吧？江灿没了。你别笑，你为什么笑我亲？没有了，他家的大都知道，你要跟他演啥？我怎么了？我手速快，我单身瞬间手速不行吧？我摁着 R 了，关灯那一瞬间我摁着 R， 好好好好我过了。咦，哎，你别说，谢谢新一的钻粉飞机。我真的，我刚刚还想说，我大数据我去刀了大强耶，刚刚还在想啊，为啥？因为大将军你能活到现在确实是个奇迹。我当时还在想，你锁匠都能活到现在，如果你不是好人带刀，对吧？你锁匠都能活到现在，确实是个奇迹。啊，刚刚还想去刀你的，不是吧？我想拉起把布布布刀了，我把大强姐刀了，是吧？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结果你就动刀了。加拿大嘛，不你先 PK 一哥来了，现也是 PK 一哥。侯大强，你们谁都谢谢新一的钻粉飞机，谢谢谢谢 PK 一哥的钻粉飞机，谁都别想刀我。头大强，人家只是手速快嘛。那是是是，那我有个建议的话，那就这样子吧，拉奇刀布布嘛，不结束耗子刀拉奇嘛，两个刀口一个工程师嘛，对是不对？哎呀，大将军，你怎么把我给掐了呀？你掐个别人呢？天儿都黑了，谁知道我掐的是谁呀？你以为我是跟你的瞄准呢？插一个是一个，插一个是一个。哎呀！天黑了，这不掐一个，错了，这不随便掐一个。是的，有的掐的不错了。哎、对呀、啊，我那个黑圈圈都没看清楚是谁，就报警。耗着，现在就看你来个警长双倒，怎么说？靠你了，耗着。双倒，侦探。耗着，耗着，上，耗着。他想刀谁？耗着想刀谁？他想刀布布，好像。他可能要刀布布了，坏了。哎呀！那坏了，他这下真要刀布布了。嗯，钻了两回。对。出不不不，为什么呢？首先已知我们没有刀口的情况下，王拉奇为正义，对吧？他刀完你没有结束，然后呢耗子把王拉奇刀了，如果还没有结束，我复仇者给耗子补一刀，对是不对？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说你怕死，如果你站在好人的角度下，你不可能。还有脸吗？给不头不不不，嗯，好像还有零，咱们没拍过零。那先把布，那这波是干啥的？这波不就拍零了吗？不，对啊，都说了嘛，我刚才不都说嘛，正义去把你刀了嘛，不结束，耗子把正义刀了嘛，是不是？仙姐复仇再补，耗子不结束再补一刀嘛？那没办法了，这样子就疏通了呀，你这样子没得玩啊。然后你们看嘛，要是不咱们弃票，布布你别走，咱们饭堂集合嘛，也别票他嘛，好不好？
好吧，我们去饭堂吧，行不行？过。刚刚不是拉铃，刚刚先这把报警不是拉的铃吗？那就没拉铃了，但反正你们决定，我可听归票。要不就投布布，没结束啊，你可以来刀我，然后不结束先刀耗子，没问题。那要不就弃票出去，我还是刀布布，耗子还是刀我，先还是刀耗子，完美过。不行，不能弃票投布布，没结束我们再这样，对吧？至少来说我们能多留一次好人带刀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先投布布过。哇，我为什么要走？我为什么要去送死呢？就是你们能献祭工程师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献祭正义呢？我不理解。我如果是个狼，我一直待在下水道不出来，那你们是不是连那个刀我都刀不了？我为什么在下水道出来？因为我有 CD 呀、啊，而且我连地图上有红圈都聊出来了。这你们不让我工程师，我气死了！这为什么不是工是正义呀、啊？为什么要献祭我工程师？真的是。除了拉皮，一个弃票，那就警长直接打。正义刀警长的，你直接去刀拉齐了，你直接刀耗子，你直接刀拉齐了。等一下，十八 Z， 如果你是个好人，走一起，那就刀我，你刀我要双刀啊！哎，拉齐。应激了，应激了，投垃圾，应激反应了，过。还好是吧？你如果耗子，你说要刀我，突然这刀垃圾又跟上了，那你说那不完了吗？好吧，出垃圾了，没了，垃圾刀了仙姐，是吧？仙姐是狼的话，她不可能是隐忍到这时候啊，她忍不住她那个刀的啊，过。是拉起刀的吗？不是吧，你们肯定看错了，我看的是耗子刀的。哎呀，你们也不要说什么关不关灯了，这开了紧急就没办法关灯，他不可能一个人关一个，已经可以了，在没有刺客狼的情况下他们能玩成这样已经很牛了。 OK， 我刚刚说的如果拉起来的话，让拉起刀了你，我刀了拉起，我没说我要道理。起深水狼，王也是。我叫王浩子，大家好。狼人们已经很牛了。嗯。活到了最后，好久没听到你说话了。哇！好，那我说一，不是他们挡尸体那把，我不说了吗？行。猴哥刚刚咋死的呀？我自己给自尽了。啊，太简单自尽了。我们。好，猴哥，我铁好可验。好，猴哥，好验，铁好可验，验一手十八对。OK，OK，OK。怎么验？你是个啥？我关鸟，你上去啊，我再看。我去左边。嗯，等一下，我那 OK， 那等一下，好，你贴进去，进去，可以看。小心，我挡。算了，你别验了，我信你一手。你在我后面，我挡着。走，你往前走，你往前走，你先走。OK， 你先走。OK， 我往前走，你慢慢跟啊，你别走太快，等一下你被混掉。OK， 这里边，哎，喂，王野耗子，王野耗子吸烟，三郎啊，三个人，关灯以后，在那个娱乐室这右边那个小口啊，三个人地上有三具鸡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如果鹈鹕在场。啊，应该是游戏结束。
先头吸烟，吸烟姐这把我说话了，点三轮过。也不一定啊，我感觉还行吧。这个九月我刀的，他到处问有没有的咪西咪西啊，我就这个嘎了，然后我就跑去修灯了。然后修灯的时候呢，我遇到大强也在那修灯，最后开饭之前这个灯好像是修好了，大强修的，那我能认的就是大强。然后应该大家都听到吧，九月一直问有没有的咪西咪西啊，我反手给了他一刀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胡歌一出生跟十八 Z 去对身份的，对吧？那没有其他信息过。对，我这把也能保一下我拉奇，因为我在电机室修灯的那个中途拉奇过来了。然后而且在这个期间，如果他有刀，就是坏人，肯定我就没了，所以我能保他一下，然后过。行，那这样说。没中立了呀，记了呀，这一他拿起警长枪，OK 出出耗子，好出耗子，出耗子，有狼坑，我投我自己了，天姐呀，耗子刺客都会把自己狙死，你怎么能听他的呢？你应该跟他反一下，对吧？出耗子过。鹈鹕还在呀，耗子！你在干什么？过！鹈鹕，刚刚我们嘎了呀，刚刚有个人是从肚子里面蹦出来的呀！又嘎到中立了吗？哦，躲了两个中立，三个，还剩一。哎，不对啊，两弃票、啊。耗子投自己票，耗子投了自己票的。耗子立大功。耗子立大功，我不接受票出去，我接受被刀，好吧？我溜，我溜，猴哥，猴哥，猴哥上来呀！猴哥，猴哥，猴哥，好聊聊聊，猴哥。哎呀！哎呀！完了。你们耍赖啊，拿人耍赖，关灯是吧？是吧？不然你们肯定刀不过猴哥的。先全票打飞这个王爷啊，好吧？朱大强应该是铁好，王拉奇铁好，王拉奇上把呢输的也是惨了。那猪猪，应该是屁股了吧？他都关灯了呀，票应该这没招啊，没视野了。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下次能不能给我讲解的清楚一点？但是没关系，上一把反正我记得十八 Z 跟猴哥单走过嘛，都没有倒牌，那十八 Z 我能认下，所以十八 Z 报警我大概率能认下，听听王爷怎么狡辩。然后我刚刚走到修灯那里，没遇到人，然后想修灯，他就报警了，没有其他信息。然后我做了一个任务，出去可以看，好吧，过。我在脑海中听到了孙悟空说都让开就报警了，孙悟空应该是没刀过，王爷铁坏坏投他过。十八岁我送你点脑白金啊，上马就两个弃票，耗子跟王爷还有鹈鹕吗？啊，我怎么可能是鹈鹕？王爷这刀了，猴哥还在那里嘎嘎嘎嘎嘎，太坏了，头王爷过。泼猴，我有一招隐身术，你服是不服？过。那没得说，那这没刀过、哦。你是开技能了啊？对。哎，三郎被逮了。哎呀。对，王爷什么不知道没，就从拼到王爷是哪个王爷？耍赖皮是吧？耍赖隐身用技能，我开的，我开的，真是我开的，我不知道。师傅，我也想学隐身术，很帅啊！隐身是真的最得快，笑死了！哎呀，受不了。
做不了半点，被逮住了，我靠，三句。我难得听到拼得过的就是王爷。